狼请吃鸡，我一看你我就想起那熊来了，我一看你我就想起那鸡来了。我成晚饭了，我成吃主了。哎，老狼请客。嗯，还有什么？哎，这不是动画片了，这是什么？但是也影响八零后一代。什么东西？儿童剧。什么儿童？小龙人。哎，没有人不知道啊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小龙人的谁不知道？那阵看得我哗哗流眼泪啊。是吗？我是个心软啊，我指着电视，这个孩子不容易、啊。您多大岁数了？您，我打小我就慈眉善目，露笑容。哦，对对，你知道吗？您打小就老星。我打小我就喜欢看小龙人。嗯，小龙人也好听。那个怎么唱来着？小龙人，我头上有犄角，犄角犄角，我身后有尾巴，尾巴尾巴，我就那个。这我一人唱不了，这得俩人。他有一个那个和声，那个二一个那个。就二一个声部呗，哎，就你最合适，你就最后俩字儿。我头上有犄角，犄角，犄角。啊，我就犄角，犄角。啊，行行行行行。我身后有尾巴，尾巴，尾巴，这就可以。你教我，放心吧，没问题。你教我，你教我，你甭管了、哎。你看，我头上有犄角，犄角，犄角。你拿耳朵稍微听一下，咱俩是一个调门吗？你就稍微动一下脑子，你看啊，我努努力、啊，我降点吧。哎，您降点。我头上有犄角，犄角犄角。你过去了，那你等下。你这个是用来吃饭用的吗？你听着点，你听着。我头上有犄角，犄角犄角。高点高点，犄角犄犄角。你合着就俩段位是吧？没有中间档。好家伙，我这自动挡一下就过去。过去等下趟吧。我也不管你，你爱怎么着。我没问题。我头上有犄角，犄角犄角。我身后有尾巴，尾巴尾巴。谁也不知道，知道知道。我有多少秘密，秘密秘密秘。干嘛呀？行了，你要把我送进去呀、啊？我送你，我唱完了吗？你接着唱啊！怎么出来秘密了？你不说秘密？对呀、啊，我有多少秘密？秘密？不是他一唱，行了，你别唱了，你唱不了，你就会那叮当的咚的。他这字儿他打。